竖起一次大拇指，送给我们的新郎，棒棒的。来，面对爸爸，棒棒的，大点声音啊，一定要让爸爸觉得你爸，大点声音啊，爸。就是当新人叫出爸爸妈妈那一刻，我觉得他们好像用尽了24年所有的力气把爸爸妈妈喊出来了。那一刻新娘爸爸的眼圈是红的，然后脸上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实际上我也是一直担心，在典礼上一紧张说不出来，但是他们的表现真的特别棒，就是把爸爸妈妈说的是一点缺点都没有。